满妇女联合总会，简称妇联总会，于1950年成立。70年以来，妇联总会在团结各阶层妇女，致力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和争取妇女合法权益方面努力不懈。何定一，现任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会长，多年来参与了澳门社会诸多领域的发展，积极参政议政，服务社团，热心公益，关怀弱势，支持教育，他无私奉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和嘉许。在1950年新中国诞生的感召下，广大澳门妇女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群思想进步的妇女满怀热情和理想，是以团结全澳妇女同胞，办好妇女儿童福利为这个创会的宗旨，是创办了妇联总会的前身澳门民主妇女联合会。在1958年，我们易名为澳门妇女联合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到2005年是易名为澳门妇女联合总会。70年来的妇联总会是始终秉承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是以翻身社会服务社群为宗旨，团结各阶层妇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社会各界的和澳门居民的支持下，我们妇联总会是经历了艰辛创会、萌芽发展，到现在发展壮大。可以说现在我们妇联总会就在澳门来说是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婦女團體，為澳門婦幼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回歸20年來，澳門廣大婦女亦都跟澳門居民一樣，我們是以主人翁的姿態是參與到特區的發展和建設。在基本法的保障之下，在特區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之下，澳門婦女在社會和家庭都發揮了這個獨特的作用，我們可以說是迎來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亦都是我們婦女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期。目前澳門性別平等狀況是位於世界的前列，女性出來參與的勞動是越來越多，同時我們女性的壽命亦都長了，我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數量不斷增長，使到我們女性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是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澳門婦女的狀況是發生了本質的重大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我們婦聯總會的工作也都是與時俱進，我們的服務領域不斷發展和擴大，我們從成立初期開展的婦女掃盲到參政議政，從訪貧問婦到多元服務，從艱苦創會到貢獻社會，我們婦聯始終是堅持服務澳門千家萬戶。在一代代婦聯人的團結協作下，婦聯積極推進澳門婦幼事業發展，我們開展了包括託兒、教育、維權、家庭培訓、健康、輔助弱勢等一系列多元的社會服務。我們婦聯會真是成为澳门妇女的贴心人、知心人和暖心人。林婉妹，现任澳门妇女联合总会理事长，她由基层员工做起，35年来致力于社会服务工作，为团结澳门妇女界、推动社会仁爱和谐以及促进本澳妇幼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现时本会会员人数超过了43000人，義工約1500人，教職員工亦都超過了500人，屬下機構和服務設施遍佈全澳各區，包括有8間託兒所和1間學校，13個社區服務機構，另外有11個全體會員，服務對象涵蓋幼兒、青年、中年、長者等各個年齡層。到時就你和我一起交，你看看怎樣。我參加婦聯總會工作是1985年，35年來我見證了婦聯會的會務不斷發展壯大，也都見證了澳葡年代、
澳門的經濟飛躍咁發展，亦都見證了一代代婦聯人用佢哋嘅心血、佢哋嘅汗水為婦聯會打下堅實嘅基礎。最關心對難忘嘅事係將我哋美好家園打造成為澳門婦聯嘅形象。大家一提到美好家園，就知道係婦聯總會，係自己擔任理事長以嚟係最開心、最難忘嘅事。此外，婦聯總會每年都派代表走向國際，參與聯合國會議，宣揚澳門婦女的風采，向世界講好澳門婦女的故事。另一方面，婦聯會始終盡心盡力地守護澳門的美好家園。近年婦聯無論是屢受風災，或者是近期發生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婦聯總會都是第一時間積極地部署，全力以赴，最大的程度發揮了社團橋梁作用和服務社會的功能。婦聯總會努力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除了我們開展婦聯麗苑庇護受虐婦女之外，我們多年來更加努力地向政府建議和爭取延長產假、設立男性侍產假、推動家暴的立法等，全力維護和保護婦有家庭的權益。回顧70年來，婦聯始終本着熱心公益的優良傳統，向本澳基層家庭和市民提供各類的愛心援助。我們十分榮幸在2018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仁愛公職勳章，這個是特區政府和全澳居民對本會的肯定和支持，更加是對婦聯會工作的鼓勵和鞭策。今後婦聯總會將繼續加強社團建設，造強造精我們的會務工作，和全澳的市民齊心合力，共建澳門美好特區、美好家園。婦聯總會在1952年2月10日開辦第一間托兒所，當時設備比較簡陋，只有8名的兒童入托。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现时一共有8间设备完善、环境优美的托儿所，每年为全澳近2000多个家庭解决了照顾年幼子女的问题。托儿所开办了之后，都是帮一些妇女，由一间的托儿所发展到当时90年代就开始到6间，到现在是有8间设备完善的托儿所。托兒服務咧，而家開展咗咧，都會係多元化方面嘅發展啦。咁係一啲嘅小組活動啦，裏邊嘅我哋都係由啟發小朋友嘅智能發展方面去做多少少嘅工作。而家嚟講嘅，我哋都係有一啲嘅多元服務嘅工作，包括一啲嘅延長服務啦、臨時緊急服務啦，同埋一啲假日服務嘅，都係為一啲嘅叫做雙職家庭一啲嘅解決咗佢一啲嘅托兒方面嘅工作。92年我們就成立了這個家長會，現在都已經28年了。家長會都是輔助托兒所裡面的一些叫做家長的工作，包括家長的培訓、講座、或者一些育兒方面的工作樣。另外就是說每年都舉辦了不同的一些親子活動，包括一些親子競技嘉年華，同埋一些行山的一些活動，希望是在家長會裏面能夠做多少少的工作，令到家長同埋小朋友的關係建立得更好。在2015年裏面，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叫做婦托青苗。婦托青苗是一班出了托的小朋友，雖然他出了托，但我們都藉著家長會的力量能夠組織他們一些親子活動，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針對性對青苗的工作會是加強去做的，特別一些愛國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們曾經去參觀過軍營和一些基本法的紀念館，另外就是說每一年我們都會組織青苗的
成員去到山區的地方去探訪，咁喺藉著一啲嘅活動裏邊，佢哋可以感受到佢哋自己而家嘅生活係離之不易嘅。咁希望能夠佢哋走出澳門，走到去中國嘅地方裏邊去睇多啲我哋國家嘅發展啦。2016年我哋組織咗一個嘅義工隊，咁係一個活力一族嘅義工隊，幫一啲嘅我哋一啲嘅活動啦，裏面做一啲義工嘅工作。2017年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活力愛心嘅支援隊。咁就呢個活力愛心嘅係一班嘅專業人士嚟嘅，全部都係醫務人員啦。咁我哋每一年總會啊或者一啲嘅活動裏面都需要一啲嘅醫務人員去協助工作。咁其實而家我哋三個婦聯託兒所家長會嘅團隊裏面，而家嘅人數已經過咗1000人㗎啦。咁特別係青苗啦，青苗已經係接近係800多人㗎啦。咁所以我哋個隊伍係越嚟越壯大。婦聯子弟學校創建於1955年嘅秋天，當時係為咗照顧分散居住嘅婦聯會員子女。他的孝子几经变迁，办校历经艰苦，在1994年改名为妇联学校。60多年以来呢，妇联学校都会坚持严谨的办学啦，坚持爱国教育，坚持德育为首，教学为主，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当然啦，在教学方式方面呢，学校亦都会与时并进啦。本校幼稚园呢，现时主要就以主题教学为主嘅，结合创思教育嘅理念，着重就系培养幼儿嘅创造性嘅思维啦，主动探索嘅精神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增强幼儿嘅求知欲同埋学习嘅兴趣。而小学部呢，則以我哋分科嘅教學為主啦，發展新教學嘅思維，令到學生更熱愛學習。為咗適應澳門咧，就係朝向呢個國際化嘅發展，學校都會喺教青局嘅資助下聘請外籍嘅老師教呢個英文同埋葡文嘅。澳門特區政府由2016年開始就推行呢個藍天工程計劃，透過呢個中長期嘅規劃咧，就係利用15至20年嘅時間，逐步處理正規教育學校喺群流校舍辦學嘅狀況。婦聯學校咧就成為全澳首家嘅藍天工程嘅學校。依家咧就終於咧就唔使咧就係開門見門啦，開窗見牆的情況了，一眼我們的學生就可以見到藍天白雲，小朋友的活動空間都是以前我們真的不敢想像的。現在的課間休息，學生都是可以在老師的看管之下，在走廊裡很自由自在、很開心地去進行活動的。再加上就教青局的大力支持下，本學年我們小學就開辦了60多個的餘下班和潛能班，幼稚園就開了30多個的興趣班。我們亦都期望學校都會與時並進，關注學生的全方位的培養和全方位的成長，辦優質的教育，做市民滿意和喜歡的學校，讓所有的學生能夠愉快的學習，健康快樂的成長。婦聯家庭服務中心秉承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的社會服務宗旨，致力強化家庭功能，提高家庭生活質素，建立和諧愉快的家庭生活。其實我在2005年的時候已經加入婦聯的了，在這10多年間，其實我自己都做過社工，也都做過主管，10多年間都是社會服務的，也都是家庭服務方面，都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個範疇的。以往可能婦女就是全職
在屋企照顧小朋友比較多嘅，而家叫做失業率低啦，咁其實真係嘅雙職家庭係多咗，婦女出咗去社會做嘢嘅人員係多咗嘅，咁其實喺照顧小朋友上面，其實佢哋都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咯，咁所以我哋都比以往啦搞得比較多一啲嘅星期六日搞啲親子活動啦，等啲家長咧其實咧喺即係放咗工休息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參與我哋嘅活動啦，變咗就係唔需要就係好花費一啲嘅心機去諗。究竟要跟他們去搞什麼親子活動樣，近年一些要家庭糾紛的個案上面其實都發現有所提升的，我們希望透過一個輔導一些活動去真的幫到婦女在這一方面得到一些舒緩，甚至是一些方法幫助樣。我們婦聯家庭父母中心就是1999年成立的，來到今年其實已經超過20年了，在這20年期間其實我們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轉變，現在的配套相對較以前是好的，所以在服務上來說我們就有一個分工合作的形式，我們會跟兒康中心合作跟長者即提供一個長者服務，跟青年中心也有合作提供一些青年的服務的，而我們自己二樓就即係家庭服務中心啦，主力咧就喺一啲嘅小朋友，即係未成年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長為主要嘅對象啦。過程入面其實我哋都一路都秉承住婦聯會嘅宗旨，就係關心婦幼服務社群。咁喺嗰度咧，咁我哋就搞一啲嘅興趣班啦，或者一啲嘅親子嘅 pay group 啦，咁同埋會有一啲嘅相關嘅輔導啦、法律諮詢啦。提到婦聯會有70年的成果，其實都是很欣慰的，因為當中我自己都可以參與到十幾年的時間去為婦女去出一分力。加入了婦聯之後，我參加了婦聯的舉辦的活動，看到很多關心和幫助弱勢社群的服務，覺得很有意義，沒多久我就加入了成為婦聯的義工，就這樣就參與了義工服務已經有十幾年了。我哋平時會聯絡會員啦，探訪弱勢社群同埋協助中心組織策劃活動嘅，咁仲會適時咁向會員致電問候同埋上門探訪，向佢哋表達社會嘅關愛。除咗婦女義工隊之外咧，近年婦聯咧亦都組織咗親子義工隊同埋青年義工隊，加深唔同年齡嘅人士對社會事務嘅參與度、責任感同埋歸屬感。婦聯咧好注重義工的培訓和專業發展的，所以他透過不同類型的培訓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識的。我亦都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義工，生活圈子就增大了。在義工的工作過程中，我學了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並且獲得很多正能量，使我更有自信。而且我要學識了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氣餒，以及要樂觀地面對的。我哋展望未來，期望婦聯係能夠成為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嘅重要力量。我哋要繼續秉承宗旨，推動婦女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繼續擔當婦女權益嘅維護者、和諧家庭嘅建設者、特區居民嘅服務者呢個角色，推動澳門婦幼事業走上新的台阶。我们是会继续加强我们社团的担当意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更要进一步团结广大妇女，关爱妇幼家庭，建设好澳门妇女这个大家庭的角色。